怎么又有人在我的记岗搞事情啊？啊，兄弟们啊，上次那个 Calorie 不是外挂呀，那是个 bug， 这个人不又卡了吗？今天我就要看看你能卡出个什么花样来啊！作为记岗岗主，一定要把这个 bug 调查清楚啊，让光子给他封掉。你们有没有被这种 bug 杀掉过呀？实在是太猖狂了。看这个局势，记岗应该是没有人了，这个家伙等不到人来了啊！嘿嘿，他还出来了，你出来干嘛呀你？你憋死在里面算了。哎，爬不出来了吗？不让你卡 bug 啊？困住了吧，活该啊，我们一点也不会同情你的。哎，他出来了，这小子干嘛呀？哦，原来是出来舔包的，看来是没子弹了。有没有枪声？打起来了，这小子肯定还要进去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敢打赌他肯定还会卡进去啊。我们正好学习一波啊，不鄙视一波。看看他怎么卡进去的啊，这个人视角怎么这么卡呀，什么破网络呀，反手一波举报啊，从这里卡的吗？他一直在锤这个空箱子啊！哎，等等，他的视角好像往下面去了，还真有用啊！下次我也来试试啊！不，下次我也来看看。炮星可不是那样的人啊，兄弟们都知道，炮星是从来没有卡过 bug 的，我很清白。这小子已经鬼畜了，但是打不见下去呢，你倒是下去啊！喂，我的个妈呀！貌似有人过来了。有脚步声，这小子要凉了啊，兄弟们，我感觉这个 bug 应该也是有几率的，就有时候会失败，有时候会成功啊。不过位置咱们已经知道了，就是中间这个箱子里啊。你这个笨蛋还能不能醒了啊？快点，不然我再举报你一次啊！再给你十秒钟时间，十、九、哦，这个人怎么倒了？哎呦，这 bug 还能把人卡死的，真是罪有应得呀、啊！好了，今天你们班炮星投票了吗？经过兄弟们的不懈努力，炮星已经稳住了第三名啊。不过咱们还可以加把劲啊，因为现在和第二名的迷你世界刘半仙只相差92万票，咱们一定要齐心协力超越刘半仙啊。我们每天这么多人，对不对？把票集中起来全部都给炮星，一定可以超过的。我们一起努力，每个人每天都有35张票的，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没做任务，点这个领票这里就有一个完成任务啊，看视频评论就能有票了，所以说大家赶紧做任务去哦。如果你还想帮炮星投更多的票，就赶紧进入炮星的西瓜视频主页，进入我的粉丝团，加入后就会有一个开挂的3倍加成啊，就是你送一票等于送3票，就能帮助炮星更快的超越刘半仙。赶紧做任务领票去吧，记得当天票当天全送完哟。